最近参加创造营2020的刘梦，她是杨幂旗下的艺人，在节目开拍之后就一直备受网友的关注，长相非常的精致，留着一头短发，又甜又酷，给人带来的感觉也是完全不同的。站在一众的温柔可爱的女孩子当中，刘梦也算是顺利的脱颖而出了。刘梦在长相上是非常好看的呢。刘梦一直以来都是短发的造型，却很少见过刘梦长头发的模样。不过在新一期的节目中，刘梦戴上了假发之后，在颜值上看起来依旧是非常好看的。长头发造型的刘梦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的呢。不得不说，长头发的刘梦看起来楚楚动人的感觉。当看到戴上长发露出正脸的刘梦后，相信不少的观众都要路转粉了。这个模样的刘梦简直就是小公主本人了呢。长发的刘梦也太好看了吧，有一种邻家妹妹的感觉，颜值上看起来也是非常小清新的模样呢。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